云林县政府为提供民众多元缴纳户政规费管道，即日起各户政事务所开放民众使用悠游卡缴纳规费，只要持卡逼一声，就可以轻松缴纳户籍誊本、印鉴证明、户口名簿及国民身份证等17项文件核发规费，轻松付款，减轻民众携带现金或找零钱的不便，顺应的这个所谓电子化支付工具的这样的趋势，所以我们引进了这个悠游卡啊，所以从今天开始啊，我们全县各户政事务所同时呢啊都会开放这个悠游卡的读卡机的这个服务业务啊，希望能够减轻啊我们县民朋友们办理户政业务的时候啊一些麻烦啊，这也是我们向前再迈进一步为民简化的一个措施。再洗看看，换来哈。啊，你先看，啊。天气哦，吃十五块饼。哈哈哈哈哈哈！好，那我们的程序就完成喽。好，这个证明说的确是可以刷哈。好，谢谢。悠游卡缴费便民服务是公部门结合民间电子支付服务的一大突破。悠游卡公司董事长林向凯表示，希望未来持续进行票证整合，将悠游卡应用延伸到其他交通运输系统、行政规费、风景区门票等多样化的服务。我们希望所有的政府的规费啊，都可以在户政事务所利用的悠游卡读卡机来缴纳。请刷卡。哇！哇！我们刷下去了，我们整个气球我们都飞上来了哈！掌声让我们在这个20个户政事务所呢，我们全部。